保证万事如意，但是圣经再三讲说神要让万事效力，就你旁讲说神要让你万事效力，神要让你万事效力。那什么人能够万事效力呢？就是你啊，谦卑仰望信靠顺服啊，爱神爱人的这些基督徒们，你会经历到你的一生呢是万事效力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相信乐于这一次的苦难经历呢能够效力于让他更继续前进，笑看风浪。好，那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亮光跟提醒。在主后的70年前后呢，罗马皇帝是相当的迫害基督徒，任何人如果不放弃信靠耶稣，不弃绝信靠耶稣，就要被绑在木头上像蜡烛一样的活活烧死，要不然就是全家大小一个一个的被丢到狮子坑当中，被狮子呢活活的被分解被吞吃。在那种状况之下呢，许多人就不敢继续上教堂，不敢继续信耶稣，因为那个时代呢信耶稣这种基督教被划定成为非法宗教，那政治力量就要打击，所以的确有一群基督徒就受到宗教迫害，就纷纷逃命，甚至呢宣告说好他不信耶稣。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此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即使面对死亡也要至死忠心，不要苟且偷生。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所信的是那位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但不怕他，而且我们要向死神宣告，死神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被打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基督徒何等蒙恩得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群大有信心的人啊，勇者无惧啊，连死亡都惧怕。你说任何困难挫折拿我奈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今天要用一句的圣经来跟大家思想啊，神何等何等的渴望你用信心来面对他。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基督徒的一生是信心的一生，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信心会带给你力量，信心有无限量的磁场，有无限量的这个威力，能够引导你面向未来，引导你走过从前，然后走向未来，即使走在现在呢也能够充满光热。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台湾都要唱一首歌叫做夜袭夜袭呢歌词是夜色茫茫心月无光，只有炮声四野回荡。然后呢那个班长告诉我们说，这首夜袭的歌词啊，当年不是夜色茫茫心月无光，当年是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唱啊唱啊唱啊，就是没有信心没有力量，就怀疑说写歌词的人呢一定是匪谍要来瘫痪我们部队的士气，哇，就把写歌词的人呢抓来审问。后来呢歌词就改成什么，改成夜色茫茫星月无光。所以任何职场不分男女老幼年纪大小都需要信心，因为信心才有力量，信心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信心能够使渺小变伟大，信心能够引导人走一条阳光顺畅然后成功的
大道。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呢，是信心的一生。来，我们来读这句圣经，11:6，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天父，我们恳求你，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能够从你这一句宝贝的圣经当中得着亮光跟启示，好让我们在面对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当中，知道如何选择，让我们能够信主所信，看主所看，听主所听，对未来好看得远，并且看得准，乃是用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人生的准绳。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活水得胜人，在新的年度能够永流活水，能够得胜有余。天父，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不但够用，而且要让恩惠慈爱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让人人福杯满溢，能够让干渴的世代得着滋润，得着饱足。求主帮助我们，人在这里，心在这里，让我们心领神会。哦，你的话语，哦，就是灵，就是生命。只要我们更多更多向主敞开，我们相信你要更多的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哦，主耶稣啊，能够飞到天空，能够美梦成真，能够真正享受以马内利，并且能够按照你的命令跟旨意，与耶稣基督一同进荣耀里去。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此时此刻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不是人在说，乃是你圣灵在说。哈利路亚，我们等候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句圣经，有三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对象。请大家告诉我，信心的对象在这句圣经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重要词汇？信心对象是谁？神。是上帝。所以大家说要有上帝。有上帝。有上帝。那这位上帝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所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满天神佛呢？大家晓得这位上帝呢，当然是写这本圣经的上帝，当然是神的选民所信靠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位上帝呢，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他向摩西自我介绍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他说：“我是，我是。”别人问我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何志平，我是何志平。”摩西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如何回答说？他说：“我是，我是。”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我是下面有一个受词，那个受词是一个填空题，那个填空题呢，是一切的源头，是一切的答案。你需要什么，上帝就是你的什么。阿们。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拥有者。所以这位上帝呢，他是自信永信，自有永有，自存永存，自在永在，自爱永爱，自光永光，自神永神，自善永善。他就是那样的一位全能全知全在全美全好的神。这位神呢，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不单透过宇宙穹苍向我们述说他的爱情，他又透过文字圣经向我们介绍他的救恩跟福音。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前，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穿上血肉之躯。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叫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信心对象乃是这位自由拥有者，信心对象乃是耶稣基督。我们信心对象不是自己，不是其他的受造之物，不是历史当中的某些圣贤、某些伟人或英雄。我们的信心对象一定要对准。请问大家，信心对象是谁？神。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有信耶和华神，不信耶稣，你还是背叛上帝，你还是不算不信上帝。除非你信耶稣，你才等于真正信上帝，真正顺服上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但希伯来书如此讲，约翰书信也是如此的再三强调，再三宣告，信耶稣等于信上帝。信上帝的人
不见得信耶稣，懂不懂？犹太教信上帝，犹太教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要向犹太人传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主，帮助他们能够归向耶稣，信靠耶稣。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我们信心最重要的。信心小信心大没有关系，因为小会不会变成大？会。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有一天会像什么？会像成一棵大树。虽然彼得看到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好，彼得呢就很勇敢的跟主耶稣讲说，我也要下去在海面当中行走。结果彼得呢因着定眼望耶稣，他就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如同在地面上。而当他两个眼睛没有定睛望耶稣的时候呢，他一看环境，一看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他就要快沉下去的时候呢，彼得就大声喊叫说，主啊救我。耶稣基督呢就拉他一把，然后呢彼得就没有沉下去。耶稣基督之后对彼得如何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感谢上帝，彼得虽然小信，因着耶稣基督教导他真理，因着最后圣灵的充满，彼得成为一个极有大信心极有坚固信心的人。他最后一天讲道能够带领3000人信主，第二次讲道带领5000人信主，最后在面临殉道之前，他要求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正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钉十字架。请问他是不是有大信心？是不是有大信心？所以信心如果小没有关系，主不嫌弃我们的信心小。只要你信心小得像一粒怎么样风吹草动一吹就找不见的芥菜那么小小的种子，耶稣都不嫌弃。耶稣会让你这个小种子成为什么？成为一棵大树。对你旁边讲说，信心小没有关系，信心小没有关系，只要你交托给主，小种子要变成大树。只要你交托给主，小种要变大树。信心的对象最重要，信心的对象最重要。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怕什么？人怕信错神啊。中国人啊，实在一向号称说咱们是佛教徒，处处都是庙宇。如果你今天要去好观光，要去旅游，所有名胜古迹几乎全是庙宇。大家晓得一进入庙宇就会听到什么？请问那个叫什么？缘木求鱼。木鱼啊，敲木鱼啊。神已经给你启示了木鱼，请问缘木会求鱼吗？可是多少人烧香拜佛，多少人好三跪九叩，就是要去拜所谓的偶像神明。弟兄姐妹们，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这位耶稣基督。透过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犹太人非常尊重他们的天使，因为天使常常怎么样来到人间，莫名其妙让他们得着拯救，救他们脱离苦难，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尊贵。他们的犹太民族历史有好多好多真正的天使从天上来到人间。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比所有天使更尊贵更卓越。阿们。犹太人非常宝贵，他们的国家都是神的仆人。比方说摩西是神的仆人，号称神人，对不对？啊，约书亚更是神的仆人，领他们不单是能够出埃及经旷野，最后进迦南。啊，所以约书亚是神的仆人。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号称号称列祖列宗，更是神的仆人。所以犹太人非常宝贵，他们有这么多的列祖列宗，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和谐正确，不像其他国家。我们中国的确有很多古圣先贤诸子百家，可是跟上帝的关系亲密吗？真的不亲密。我们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也，然后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我们对神的事情实在是不知道。
所以犹太人他们对神的事情呢，实在知之甚详，非常了解。然后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啊，比众神仆，比所有神仆更尊贵，更卓越。哈利路亚！犹太人还宝贵，他们有最严密的、最完整的、最神圣的祭司的制度跟礼仪和系统。我们中国人虽然有天坛，虽然有礼记，讲到侍奉上天的各种礼仪的这些记录，但是呢，万民万国万族万方当中呢，最详细记载上帝的这个礼仪跟系统的是哪一个民族？不可否认，当然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非常夸耀，非常神圣，说我们这个国家有非常了不得的祭司制度，祭司的系统。好，我们还有大祭司，我们大祭司可以跟上帝直接说话，直接交通，直接同在的。请问哪一个国家有？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比所有祭司，是比大祭司更卓越、更尊贵。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天使虽然救你，天使没有为你死；众神仆虽然传神的话、传真理，可是众神仆没有替你死；众祭司他是献牛献羊的祭，然后帮你赎罪，让你可以面对上帝，跟神相会，但是众祭司没有替你死。可是耶稣基督呢，他是把自己当作祭物，为你流血，为你舍命，为你死，为你埋葬，最后呢还为你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比众祭物更美，祭司所献的只是牛跟羊，耶稣所献的是什么？是他的身体，他全身全人全部的血，完全为全人类的罪恶过犯是吧倾倒流出浇灌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是更尊贵、更卓越、更美好的，我们应当要信靠他。虽然教会遇到罗马帝国的种种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要继续前进，像耶稣一样。耶稣也受过苦，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马上为我们解决苦难的问题，耶稣基督是要先为我们解决罪恶的问题。但是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他应许我们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面对前面的怎么样，前面死亡的恐吓跟逼迫跟残害，鼓励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不要怕，不要怕，宁可舍生取义，学习耶稣，最后呢会进到永远的荣耀，得着永远的生命。好，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告诉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经过核对证实，不但有依有据、有根有基，合乎旧约圣经，合乎我们所有世人的盼望。这位救主已经来到，就是弥赛亚，你们要信靠他，顺服他，你们要走他所走的十架路。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好，所以你们如果为耶稣基督、为真理而受苦受死的话呢，你们就一定能够像耶稣一样怎么样，得着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信心的对象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看到信心好像很抽象，好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好像是一种理念符号，但是呢，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最喜欢人的信心，神是圣洁的神。基本上圣经应该写说，人非圣洁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那神是爱，基本上圣经应该写说，人非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那神是荣耀，那圣经应该写说，人如果不追求荣耀，人如果不活出完美，不能得神的喜悦。可是圣经上却写什么？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神
人要求什么？人如何得神喜悦？大家说，信。信就两念之间呐、啊，你是被创造在信跟疑之间，你要选择信心还是要怀疑？你是被创造在天地之间、上下之间、光暗之间、善恶之间、神鬼之间、是非啊、得失、赚赔、生死、祸福之间，神要你做一个选择，你到底要选择什么？如果你是选择信，你就自然战胜怀疑；如果你选择信，你自然就没有惧怕；如果你选择信，你自然就充满着阳光，充满着正能量，带给你周遭的人呢，都是阳光，都是积极，都是乐观，都是不怕拒绝，甚至呢不怕风雨，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希伯来书，我用三个英文字来跟大家形容：面对人生苦难，面对信仰十字路口，你该如何去 K 歌，去 K 书，甚至把你看不顺眼的人 K 人的。所以我用了三个英文字，很容易记忆，是全本希伯来书的精华重点，叫做 KTV。 大家还记得吗？在困境，在矛盾，在彷徨当中，我们要什么 ？Keep going, keep going。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无限性、完全性、准确性、永恒性，耶稣基督的绝对性，那实在毋庸置疑。为什么呢？已经经过历世历代几千年来多少人的核对验证，你今天不要再来验证历史当中有没有这位耶稣了。你不要再验证说耶稣基督可信可靠吗？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为世人死？是不是的确埋葬的确复活？你不用验证了。为什么呢？全世界已经有圣诞节，已经有复活节了，对不对？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是一位历史人物，就如同你今天不要怀疑2500年前有没有孔子有没有孟子一样，你不要怀疑了。如果你现在还怀疑中国历史当中有没有真正孔子，有没有真正有孟子，别人会笑你什么？叫你没有知识，对不对？没有知识，知识会叫人灭亡，知识也会叫人自高自大。可是呢，知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终必归于无有，终必归于无有。所以我们信心的行动呢，不是要寻求知识，不是要寻求财宝，信心的行动呢，乃是要寻求真理，要去寻求梦想，神给你的命令，神给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人的一生如果能够清楚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个别的独特的计划，你今天就有福了。好多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十字路口，到底要考研呢，还是要上班呢，还是要创业？那读研之后呢，又考虑我要不要去读 PhD 呢，要不要做博士后研究呢，还是呢我去找一个办公室的工作，做我的 OL 吧， Office Lady，对不对？所以面对这么广大的浩瀚的知识领域的时候呢，到底是要学文学，还是学武学，还是学医学法学，还是学美学，还是学科学，还是学神学？其实如果可以让你做选择的话，我求神感动你去学神学。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学才能够真正号称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平了天下，我们昨天实践家专的美东校友会长他告诉我们，实践家专的校训啊，就是要训练出一批女子能够齐家，齐家修身齐家，能够孝顺父母，能够敬奉公婆，能够成为好丈夫的好帮手。哇，我发现实践家专真正名不虚传，因为他们的确毕业生呢个个都是优秀的完美的新娘跟新妇，真的了不起。那看王老师就可以略窥其中奥秘之一二，所以在这么多的浩瀚知识的领域当中呢，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今天的纽约缺少医生吗？今天的世界缺少律师吗？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不是高科技的创业的人员，最缺少什么？缺少一些牧师。
关心人灵魂、建造人生命的牧师。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你想要改变世界的话，求你让神感动你去读神学。为什么呢？因为神学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晚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有神学能够让人去学神，只有神学让人真正能够领悟真理、实践真理，只有神学能够把真理的荣光照耀活在黑暗世界的人群。而且我们所讲的神学乃是圣经的神学，乃是真正怎么样，真正是绝对的真理，弟兄姐妹们。所以你要开始踏上信心的第一步，你的行动是什么呢？你要寻求，你要祷告。诗篇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唯独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那个时候的耶和华虚无缥缈，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实在不可知。虽然有文字的圣经清楚记名，虽然有祭司的制度，有先知的系统向我们述说解明，可是呢，毕竟我们没有看见神。但是在恩典时代，从耶稣来到人间之前呢，之后呢，我们看见耶稣等于看见谁？就是看见上帝，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道就很清楚讲到，就是耶稣。大家晓得这是一个道的时代，这是一个数位系统的时代，对不对？数位时代，资讯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网络资讯战争的时代。2000年前的渔夫约翰早就告诉我们，在末世，在耶稣再来之前呢，要进入666的数位时代。耶稣再来之前呢，整个世界的网有一天呢，要透过 very chip， 就是所谓的这种晶片，把它植在这个绑背手背的皮肤内，或是植在额头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敌基督的印记。大家晓得3月20号呢是所谓的日全食，对不对？我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的新疆、欧洲和耶路撒冷都会看见日头变黑像抹布。人类历史当中出现过日食，但是呢，出现连环四血月又加上日全食，这种机会是少之又少，500年一次。你在去年跟今年，你有幸能够看见4次的血月，然后呢，3月20号的日全食，根据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这种四连环血月不是局部性的大事，是全球性的危机会出现。虽然3月20号似乎平安经过，但是不要忘记，接下来就是犹太人逾越节加上祝棚节的血月要出现。肯定会有大事发生，你要如何预备自己？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怎么样 ？Keep going， 然后呢 ？T 是什么 ？Trembling， 我们要颤抖，我们要预备，我们要恐惧战惊了。Trembling， 为什么呢？面对世界的局势，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啊！你今天渴望的美国公民，你今天渴望在美国能够住在一个 dream house。背山面水，哇，整天享受负离子。可是呢，整个全美国有一天会不见，会不见了。不是单单全美国不见，全世界列邦列国都要不见。全世界那些各种比赛说我要盖世界第一高的大楼，全部大楼都要怎么样？全部大楼要倒塌。什么是永远长存的？什么是不能震动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能震动的只有神的国度，只有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年轻人，年轻人，你到底生命的方向要如何调整？你生命的祭坛到底要如何选定？不是为了寻求金钱，寻求财富，不是为了要身体健康，或是工作有成就感，不是为了能够哇，能够开双 B， 买宝马，买奔驰，这些都会过去，都会过去。
我们要寻求的是真理，我们要寻求的是永恒。信心的行动一定要有寻求，有寻求，有寻求。寻求什么呢？寻求那不能震动的国，寻求圣灵的充满。中医跟西医是截然的不同，中华文化跟欧美文化也是天壤之别。我们晓得西医呢是把人体的结构当作是机械零件式的组合，所以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不对？然后哪个零件换掉呢，就把它拆开，把它解掉，然后换个新的，好像就平安无事了，就能够渡过难关了。可是中医呢，是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头啊？头痛呢是一脚，脚痛呢是一头，对不对？中医是全然相反，中医注重的是怎么样望闻问切，中医注重的是经脉的平衡，这个阴阳的这个调整。所以我们实在感觉到中医呢有很多很多来自上帝的启示。中国人非常注重气，中国人讲到我们要法古今完人，要养天地正气，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要养气，然后呢要存气，然后呢要调气，要运气，还要练气，而且这个气呢叫做浩然正气。大家知道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个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儒啊，在希腊文叫做 pneuma， 都是气这个字。所以很多人那些新派学者就把圣灵翻译成说圣气或圣风，他们不信圣灵是神，圣灵是一而三三而一神的第三位，圣灵也是神，他们不信，他们把圣灵当作是意念，当作是符号，当作是一个能量，当作是一个磁场，当作是一个气，一个风。但是呢，虽然圣灵可以翻译成圣气，但是呢就神格来讲的话呢，请问翻译成圣气显不显出他的神格？显不出来。所以当然要翻译成什么？圣灵。所以圣灵既然他能够圣气的话呢，你就晓得人之所以活着乃是靠这一口圣气，靠这一口生命之气。当初上帝用泥土造成夏娃的亚当的身体之后呢，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身体当中的确有气场，人有气质，人呢有气息，人呢有勇气，那环境呢有天气，有地气，有气候，对不对？那人的确要懂得珍惜这一口正气，珍惜这一口圣灵之气。这个圣灵呢是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灵，是基督的灵，是耶稣的灵，是什么？是乐意的灵是什么？是甜蜜的灵。它要充满充满再充满你，使你整个人呢能够充满正气，能够向上提升，能够活得像阳光，充满喜乐。可是呢不要忘记，既然圣灵可以翻译成圣气，大家晓得那邪灵自然就有什么气？就邪气哦，邪气哦。今天我们四周当中目前世界还握在那恶者之下，请问世界是不是处处有邪气？到处都是邪气哦，你打开一个网站全部都充满的是邪气哦。真正真理的网站，圣经网站，你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是那些歪门邪道呢，哇，那些让人眼花缭乱能够让你有感官预留的那些呢，你会怎么样？哇，不断的停留，停留再停留，享受享受再享受，对不对？所以那些都是你一敞开呢，邪气就趁虚而入，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要面对邪气呢，我们要全然封闭；面对圣灵之气呢，我们要如何？敞开，敞开，祈求，祈求，求圣灵充满，充满，不是一次的充满，而是天天的充满，时刻充满。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们做父亲的，请问儿子如果向我们求饼，我们会给他石头吗？如果向我们求鱼，我们会给他蝎子吗？不会。耶稣讲说，我们做父母亲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从信主之后，你不要再求神同在了，你懂不懂？为什么？神已经与你同在了，以马内利已经赐给你了。你信主之后，你真正重生得救之后，你要求什么？要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为什么呢？我们好像我们刚信主得救，神已经用耶稣的宝血把你那个破洞的裂口，那个泄气的那个口呢，已经用宝血封住了。神让你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可是你活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罪恶世界当中呢，你常常又被扎洞扎洞扎洞，然后呢你的气球越来越漏气越来越漏气，不但不能继续上升，即使升上去呢也很快怎么样，全部泄气之后落在地上了。所以呢耶稣说你要寻求圣灵，寻求圣灵，圣灵的气要充满你。你不需要像一般人去入定啊，去禅修啊，去打坐啊，去练气功，去练太极，好才能够有气，才能够用意念来控制气，让你的气血循环，让你的气呢，让牙齿都非常的坚固。我们乃是向圣灵之气不断的敞开敞开。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呢要隐于一位圣灵，对不对？要隐于一位圣灵，就不断的凭信心，然后呢张口领受圣灵的气，充满充满充满，浇灌浇灌再浇灌，人整个人呢就充满圣气，充满生命之气，你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像何牧师一样精神百倍，丹田有力。对对，一千人讲话也不需要麦克风，你也像何师母一样，对不对？哇，60岁的人看起来像16岁一样，阿们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何师母天天读圣经，何师母呢从来不错过何牧师讲的一篇道，所以你要看何师母为什么这么健康，20年不生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错过何牧师讲的任何一篇道，你懂不懂？因为何牧师讲的道是真理之道，都是光明之道，都是永生之道，所以当然会帮助你气血循环呢、好，不但保血涂抹，而且呢阳光普照，所以今年叫阳年，所以我们强调说要阳血涂抹，要阳光普照，阳的保血，然后阳的荣光照耀我们，所以自然而然呢我们就充满阳光的正能量，对不对？我们不但自己有正能量，而且带给我们周遭的人呢都有正能量，所以任何人接近何牧师和师母都会怎么样，软弱变刚强，疾病得着医治，对不对？贫穷都要进入富足，阿们，黑暗都要得着光明，连死亡都要怎么样，要成为复活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信心的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是你不要再靠神职人员了，不要再靠祭司和先知了，也不需要再献牛羊等祭物了，单单靠谁？单单靠耶稣，奉耶稣的名，靠耶稣的宝血，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去医院看猪肉鱼的时候呢，我不晓得还没有听到，我就跟他讲说，肉鱼你就不断的从嘴巴不断的心里面想说，求主宝血洁净，求主圣灵充满，求主宝血洁净，求主圣灵充满。当你不断的求主宝血洁净，那圣灵就充满充满充满，那那个正气什么自然就胜过邪气，那个阳光之气呢自然胜过那个污秽的黑暗之气。好，所以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是吧，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充满我，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练气功的确气血循环，的确让他能够精气神，蓄精气和神护不泄气。但是呢圣经说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你要操练敬虔，操练信心，让你的信心从软弱变成刚强，让你的信心能够从什么，从黑暗进入光明，让你的信心呢能够从小变成大。怎么操练呢？信心的行动就是要求求求寻求圣灵充满，寻求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现在讲希伯来书，神一定透过希伯来书的字句，把它不但变成精义，变成灵，变成生命，要来充满你。所以你越被充满呢，你就越被提升；越被充满呢，你就越得能力；越被充满呢，你今天就活得就更阳光，你就更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心的结果呢，乃是有什么？大家回到十一章第六节看，很清楚的一句圣经分成三个重点。神喜欢你有信心，但是信心的对象要对。谁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不要单单讲神了，神有好多种啊，对不对？人怕信错神，你信错神的话，你真的是悲惨暗淡无花一灾哈。所以要信耶稣基督，就是信神。信神不一定信耶稣基督。我们中国人信神的人多不多？太多太多了，对。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信心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要寻求，要求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你到底在求什么呢？啊，你的工作，你的对象，你的事业，你的梦想，你最需要寻求的乃是求真理，乃是求神纪念你。就像那位强盗一样，他求耶稣基督说，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好，所以信心的结果，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信心结果是什么呀？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结果会得到什么？会得赏赐。什么叫做赏赐？是毫无条件的白白的赏赐给你。哈利路亚。这个赏赐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恶因着认罪悔改全然被耶稣基督 delete。 大家知道什么叫 delete 吧？好，对不对？你今天手机一不小心，哇，一按照 delete 的话就进垃圾桶了，全部都找不到了。有几次何牧师写了哇长篇大道，哇一些几百几千字啊，就一不小心啪 delete 不见了，对不对？所以 delete 的话呢就什么 不见了，然后呢而且忘掉了，真的忘掉我之前写了什么东西了，从头来，好辛苦好辛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赏赐就是得赦罪，然后呢我们得医治。我们本来生命之气吹进我们的灵魂体，结果呢破洞了，耶稣用宝血把它补破口，接下来呢圣灵向我们吹气吹气吹气，我们整个人呢哇就精神焕发，然后呢就气定神闲，然后呢就能够为所欲为，能够实现梦想，好，能够完成命定。好，但是呢神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他说整个世界不是单单现在的世界，不是单单有能看见的世界，世界还有不能看见的世界。请问你看见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一章告诉我们怎么样。第一章就说世界啊，大家看第一章好，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万物是耶稣创造，宇宙诸宇宙诸世界是耶稣创造。所以世界不单单是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地球这小小的世界，还有诸世界。啊，第二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上帝交给谁管辖呢？你知道上帝把诸世界将来世界交给谁管辖？对你旁边讲说，交给你管辖，诸世界交给你管辖呀。这是何等荣耀的权柄，何等有福的确据。你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三节，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些呢？好，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故事。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好，所以诸世界，诸世界，我们晓得抬头仰望天空，如果是夜晚的话呢，请问你是看到黑夜还是看到星星？所有小孩子你可以好好的去观摩去学习，每一个小孩子你就要看天上，他看见什么？他不是看黑夜，他看见哇好多亮晶晶的小星星哦。神给人就是正面思考，
但是你长大之后呢，却看什么？却只看黑夜，没有看星星。你知道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吗？比地上的海沙还要多，你相信吗？有神学家讲说，地上有多少海沙，天上就有多少星星。请问那个 Jones Beach 的 Long Beach 的海沙，你可以数算得尽吗？全地球的海沙给你10000年，你可以数完吗？那天上的星星可能比海沙还多。大家非常晓得太阳可以装130万个地球，对不对？那北斗七星是7颗会发光发热的恒星。那太阳周遭有很多行星，行星都是不发光的，对不对？哦，然后那北斗七星呢，周遭当然有很多很多行星在那边周转。那大家晓得宇宙当中有多少恒星呢？哦，单单一个恒星里面，大的恒星可以装80亿个太阳，80亿个太阳啊！大家不要忘记我刚才讲说，单单一个太阳里面有多少地球？130万个地球啊！所以浩瀚的宇宙，神造这么多的日月星辰，难道只是让你去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神只是让你哇唱得很开心，让你去数几颗小星星吗？弟兄姐妹们，这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诸世界将来要交给谁管辖？交给你，交给我，交给他管辖。所以你的一生难道只是劳劳碌碌汲汲营营的就想要在美国买一个一房一厅的 co-op 吗？还是至终就买一个背山面水的 dream house 呢？弟兄姐妹们，圣经上怎么说？神说他要给你赏赐，信心的结果是给你赏赐，而且那个赏赐呢，不是单单所谓的平安喜乐，不是单单所谓的这个福禄寿喜，那个赏赐呢，也不单单只是今生的或物质的，那个赏赐乃是永恒的，是真正的，是荣耀的，是完美的，是不能够震动、不会朽坏的赏赐，是神预备要给你的。我有4个孩子，大家都晓得呀。孩子自己会打拼会奋斗，其实做父母亲的早就预备要给孩子很多很多，对不对？是不是做父母亲的肯定要把他个人所累积的智慧经验财富产业全部都给谁？没有人不给孩子的，除非孩子把你气得这个火冒三丈之后呢，你才会给狗给猫，对不对？才会给流浪汉。不然的话呢，只要你头脑还正常的话呢，儿女再不孝顺，你都会给谁？你都不会给我，对不对？我巴不得你能给教会啊，那我们可以马上盖6楼啊，对不对？你都给你孩子，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那你知道天下父母心谁来的？上帝给的。那你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心吗？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8章32节，上帝的心是什么心？罗马书8章32节，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金句啊，像黄金一般的被炼尽啊，宝贝啊！你只要把这句圣经好好的反复思想，你今天自然而然就会触摸到神的爱。罗马书8章32节，你看这句圣经充满正能量，充满大慈爱。来，一起念清：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万物难道只有地球的植物、动物、矿物吗？这个万物难道只有讲到美金、黄金？你看徐才厚早一年死，会被称为是国宝、是国葬；有晚一年死呢，就被称为国妖，对不对？逆党啊！所以你看看，神给我们的赏赐呢，是上好的，是永远的。圣经说，如果上帝连自己的独生的宝贝的儿子都愿意赏赐给你，请问他难道不把他自己和他所创造的万物、所创造的诸世界都赏赐给你吗？弟兄姐妹们，
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当中的对吧一个小小的小小的恒星系统而已，对不对？那银河系里面啊，至少有1000亿个恒星。那像银河系这样的啊，这个亮星云、暗星云，哇，那实在合万星系，让你无法数算呐、啊。上帝创造这么多星星，目的何在？目的何在？弟兄姐妹们。都是上帝要为你预备的，都是上帝要赏赐给你的，啊，所以你可能会想说，哎呀，这个太阳的表面温度就是3000度啊，我们怎么可能去那里？啊，那很多很多啊，那个恒星的表面温度呢是3万度啊，哦、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明白不了解，但是我们相信，啊，相信神的作为呢，人不能参透，但是呢。神绝对会让信靠他的人呢，不但不至于羞愧，而且会享受他所创造的那不能朽坏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信心的结果会有什么？会有赏赐。你想得到什么赏赐呢？如果啊。过年年终奖金，老板多发你一个月呢，你就会怎么样？欢天喜地。如果有人送你一栋洋房，如果有人送你一个 LV 包，如果有人送你宝马，你今天会怎么样？今晚上睡不着觉。如果有人送你一张 cruise， 让你去做10天的旅游呢，你也哇，真的是欢喜快乐。可是上帝给你什么赏赐呢？上帝给你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所未曾想到的，所以信心的结果，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说什么，列出了很多很多的信心英雄伟人，这些人呢，这些人呢，其实很多都没有得着他们信心的结果，他们的信心对象对，他们的信心有行动，可是呢，他们都没有得着信心的结果。摩西还进不了迦南。进不了迦南，当初出埃及的第一代呢，几乎所有人都进不了迦南，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所列出的信心伟人，他们都还没有得着信心的结果，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看一下原来神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要让他们和我们一同得着信心的结果。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35节，35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并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进，而且不可停止聚会。当年他们是要停止聚会，免得被罗马帝国的公安特务发现，最后逮捕，最后就定罪，最后就烧死。我们今天在美国何等自由，我们完全可以选择礼拜天要聚会，周间要参加小组，要参加团契。为什么呢？当你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正能量就会怎么样，就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正能量更可以啊，就是排除那些乌烟瘴气啊，那个正能量呢更可以让你更多更多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再看希伯来书的12章的你看这个就11章的29节29节。刚才念的是希伯来书10章35节，现在念11章39节，一起来念清。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信的人的确还没有真正领受信心的结果，就是有赏赐，而且那个是大赏赐。为什么呢？因为历世历代有好多好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呢的确牺牲了性命，牺牲了家业，牺牲了财产，牺牲了人间所认为的荣华富贵，所认为的光明前途。但是呢，神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所有信心的人都会得着信心的结果，就是如何大赏赐，大赏赐。所以哈利路亚，我们今天透过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继续前进充满信心的人。信心对象要对，就是信上帝啊，信心要有行动，就是要寻求。信心的结果是什么？就有赏赐。我们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主啊，你说你就是光，凡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啊，我们仰望，我们宣告，我们这群人是跟着光而走的人。天父，求你让我们的确成为世上的光，照亮这黑暗的人群。我们的光需要油，主啊，求你在我们没有油的时候为我们加油，好叫我们继续发光发热，传恩传爱。主啊，求你建造看守活水得胜教会和活水得胜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更享受以马内利，更能够被圣灵充满。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